观众朋友们，2019年9月2日 Hiking and Beyond 俱乐部成功的在亚特兰大的 Big Creek Greenway 举办了一场有意义的劳工节健身走步活动。大家好，我叫高英，可以说是临时组建了一个群，叫 Hiking and Beyond 的这个群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几个姐妹，因为两个星期以后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那个落基山脉，所以说大伙说先练习一下吧，这就是开始的初衷。但是呢，就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一下子呢就集中了这些差不多八十位群友，我们今天在这公园一起就是开始第一次活动。那么我们有7个现在是组委会成员，大家都很热爱 hiking。 大家好，我是丽丽杰。在知道这个 Hiking and Beyond 的这个组织这个俱乐部之前呢，确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健康和社区的文化的。然后呢，高英大姐提出来，我们组织一样，大家零零碎碎的去健身啊、跳舞啊、跑步啊，那不如大家集中起来，在同一个时间，一方面呢又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健身，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些社区文化、团结的气氛，我们就觉得非常好。然后大家都一起高高兴兴、愉愉快快的。就是我们的宗旨。早就听说这个 Greenway， 但是一直都从来没有去走过。今天天气也很好，他们能够组织这样一个活动，挺好的。